拍过两年，也是很老了。师们，刚进来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天地人和，马老师在创作的一个背后的秘密。那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啊，他准备脸上线，所以我们稍等他们一下。是啊，今天就是我们这个舞动莲华剧照展的最后一天。那当然就是在这个十天的展览里面呢，我们也是有很多朋友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那我们就特别设计了在线上做这个分享会。那在分享的主题上面呢，我们就选择了用马老师他在创作这两个作品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有这么样的一个发想，而且这两部作品都是出自《法华经》。那这个经典呢，老师用了一段时间去了解、去渗透，然后再把它编成五作。那这两个五作呢，是两个很大不同的方向。上个礼拜已经有了《法华经一》的这个分享，那今天的话就是《天地人和》。如果是说朋友们还有喜欢舞蹈啊，或者是喜欢对佛经或者是佛教有研究，或者是对人本身生活有研究的朋友，都欢迎进来。很高兴可以看到就是已经来过我们现场的这一个支持的朋友，现在今天也到线上参与我们的这个分享会。相信大家在我们这边的导览听红姐的解说，就已经了解了老师在编舞的这一个设计。那今天老师会分享他怎么样去做这个设计的。那这个天地人和呢，其实是在我们2019年的时候创价学会他办的一个画展。那画展是谢天颂老师的书画展。那我们当时候就配合了这个谢天颂老师的书法画作去编创了这一个舞蹈。不知道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有听过这本书《如莲华在水》。那如果是没有听过的话，没关系，待会马老师也会向大家好好的介绍这本书，还有他创作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去配合这个谢天颂老师的画作去设计舞台上的一些小细节。郭平回答我说有，对对，郭平老师待会有一点问题想要问你。对，因为刚刚有一个朋友他就看了我们的展览，然后想要了解一下这一本书他是不是可以买。好，那我们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如果现场的观众朋友也有兴趣，我们可能把这个问题在线上也跟郭平老师做个交流。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现场的观众朋友也是准备好了吗？今天的分享会。那我们就事不宜迟，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好，那今天就是我们舞动莲华最后一天的展览。那配合这个展览呢，我们也有两场的创作分享会。第一场在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创作的分享。那今天的话就是第二部2019年创作的天地人和这个剧作的展览剧作的编创分享。
那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线上呢有把这两部作品就是放到网上，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就点 link 进去看。那还没有拿到连接的朋友呢，待会可以留言，我们这边工作朋友工作人员会把这个 link 给发放给大家。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想要把时间交给马老师，马老师。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是很高兴，马老师好，是，好好好，谢谢大家上线哈，然后在今天就是我们舞团有主办法华经的一个展览，然后今天也配合呢，就是宏杰他们在线上所设计的这一场的一个分享会，然后呢去。在我的创作里面，然后到底背后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创作的小秘密，然后跟大家做分享。所以今天呢，是把心如莲花打开，在线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都知道哈，《法华经》是佛陀在世最后八年的时候，他开示的一部很大的经典。他用了一个八年的时间，然后就把《法华经》呢，就是内容28品，然后他就讲述出来。那《法华经》本身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呢，其实那有读过《法华经》的人哈，都知道它是出自于从《地涌初品》15品里面呢，有一句话很好：不染世间法。如莲华在水。那其实谢天颂老师他在2019年的时候就跟创家协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合作因缘，然后呢就跟就是创家协会合作了，然后他做了可能会比较萌哈，不要紧的，等一下呢这本书里面有一些章节呢，然后我也是有 slide 跟大家分享。好，首先我们先看第一张 slide， 我们看看谢天颂老师。好，那这位就是马来西亚和国际啊非常非常出名的水墨画家。然后谢天颂老师呢是马来西亚非常出名的绘画大师。他曾经呢，他成立了马来西亚草堂门金石书画会。然后把马来西亚热爱绘画的朋友都聚集在一起，他主办了非常多的画展，在马来西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呢是开花结果，就是在马来西亚里面，几乎你如果去在国内和国外，然后如果你去说谢天颂老师的话，几乎是无人不晓。然后在2019年呢，我就非常的高兴，创家协会就邀请了谢天颂老师，然后为《法华经》28品重新用一个绘画的方式，然后去把《法华经》诠释出来。然后一个画作是静态，然后他们也请了我，就是在舞台上呢，就文化中心发表了。一个也是《法华经》的作品，用28品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如何去建构这个第二部的《法华经》作品。当然，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非常有幸，然后就跟谢天颂老师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然后我也是事前已经是阅读了，就是观看了谢天颂老师这28品的绘画的杰作。然后那事实上他的这个的画作有影响到我本身呢，在第二部《法华经》天地人和的一些创作的概念。所以呢我们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很感谢创家协会牵动的这个因缘，然后都把我们艺术家之间呢很美好的合作在一起。然后我现在有在线上哦，有听到一些声音，然后这个声音呢，可能在里面呢，有一些人没有把你的麦克风关上，可能如果你检查一下，那你可以把它关上，然后呢，
那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只是听到我小马儿的声音啊，就是马叫声，然后其他的声音就没有啊。哦，好像那个人有意识到了，非常感谢哈。对，好，那我想给大家看一看，谢天颂老师为《法华经》28品里面，我选了几章，就是我很喜欢的他的一个画作，跟大家做分享。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章。我们回到封面一下好吗？谢谢。对，这个呢，其实就是谢天颂老师他在里面呢，如莲华在水，他的整个的封面。然后他在整个的画作里面哈，就是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其他的我选出来的部分，大家可以发现到他有画上莲花的符号。还有就是经书的符号，甚至有佛塔的符号。那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种鸟，然后就是叫做央基。然后呢，那央基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芸芸众生。然后那他都把这一些的符号都反映在这28品里面。然后我看的时候是津津有味，为什么呢？因为艺术的一个很动人的地方就是可以用创作者不同的角度如何去诠释《法华经》，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它的序品。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序品是《法华经》里面就是我们打开的时候就知道的第一个的，就是佛陀说的话。然后呢，我很喜欢谢天颂老师的这一个的创作。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整个非常的喜悦，因为我们都说他在，他也同时不在。那当一样东西呢，它能够在也同时不在，那就表示事实上你感应到他在的时候，他如影随形。如果你根本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他真的不在。对，所以呢，当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的，就是我们可以说哈，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一个佛陀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们看不到他的眼睛啊、嘴巴、鼻子啊这样子，但是我们都隐约的感觉到，他在这整个的一个世界里面，他是存在的，所以里面的这个人形，然后他的在与不在，他的空和他的有，我一看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其实这一个的画作其实有影响到我在未来会排第三部的《法华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灵感的来源。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看第二章谢天颂老师的画作。那方便品呢是就是它是第二的哈，第二品。然后方便品事实上佛陀用了84000个法门。因为每一个人的根性不一样，你自己从你出生跟你接触，跟你能够理解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佛陀很厉害。然后呢，他就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然后让你可以明白你想要明白的事情，可以让你得到解答的一个方便。所以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下面有四只鸟，那其实就是叫秧歌，你可以说，哎，这就是我们呢，就是芸芸众生。然后大家在看上面的时候，就觉得，哎，里面好像有一个道路可以走进去。然后走进去的时候呢，大家在观望，要怎么走进去？事实上，我觉得这一个画作，我当时在2019年我看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喜欢，非常的点题，虽然是象征性。那因为我们的创作，我们对象征性符号我们就比较敏感。我一看的时候，它的整个布局呀、经文啊，包括莲花在中间啊，还有他们观望的那只鸟的角度啊，我都觉得，就是非常的赞叹。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画作，好，那个碧玉品，那这个碧玉品呢是其中的一个品，然后呢，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哈。事实上，佛陀是一个非常厉害讲故事的人。然后他讲故事，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那因为你通过故事，大家能够感同身受，所以
佛陀用故事的方法来做一个方便，把人可以带进他要教导的一个世界。然后在其实在碧玉品里面呢，事实上佛陀就用了一个就是一个火宅的方式，就是一间古老的屋子就烧火了，然后里面呢就有很多小孩在里面，然后结果呢他就用了就是三种不同的，就是那个所谓的牛车、鹿车、羊车，然后其实就是小孩子的玩具，然后叫他们出来可以选择这些玩具玩啊怎么样。他其实就是用了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啊，那个火宅其实就是表示我们现在我们人哈都生活在一个生活里面，但是生活里面都让我们很煎熬，我们一直突破不了有很多事情的理解。然后呢佛陀就用了这三个不同的就是车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诶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牛车、鹿车、羊车，然后你自己选择，重点是他把你从火灾里面就是引渡出来，然后让你离开那个地方，离苦得乐。所以呢这个的碧玉品事实上就是我们说的他用讲故事的方法。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品。然后这个品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它叫做三草二木。然后呢它佛陀用了一个比喻的方法哈，今天一场大雨下来，无论你是很小株的一棵草，或者是你是参天的大树，这个雨它是公平的，你需要多少你自己去拿。所以呢它也是显示了就是它所教导的一个方法跟一个道理，其实上你哪怕是一个出身非常的低微，或者是一个非常高尚如国王一样的，事实上这个东西都一律平等。所以呢那个雨水呢其实就是表示了一个教导，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平等的给予。那我在这个品里面呢事实上我非常喜欢，所以这些都是形成我在创作《法华经》第一部跟第二部后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会。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画作。好，那这个画作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原因我觉得它很可爱。那为什么我说它可爱呢？事实上大家在看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到它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这个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个画作的时候，我就心生欢喜。然后一，我觉得谢天颂老师的他的笔触哈，他画得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发现到，其实你好像不完全看得到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他的容貌，但是你可以从他整体的外观和布局，他的笔触，诶，你隐隐约约会看得到，诶，他好像是一个观音，然后他在合十，然后同时呢他的头上面呢就是有他的一些装饰，然后整个东西大家也可以看得到，然后那边有一只鸟叫做秧鸡啊，然后里面有很多经文啊怎样怎样，然后他又处理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简约的笔触啊。那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无处不在，只要你向他请求，他就是一个听到声音，他看到声音，他听到声音他就来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位菩萨啊。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他这个的画作，真的是可爱，真的是可爱，而且是很精湛。我们再看下面的一张。然后今天呢就是介绍给那个谢天颂老师的28品里面，其实这个是最后一品，然后之间的很多品啊，那我没有办法一一的给大家看，那我就抽取了就是一些。那如果大家对这本书哈觉得很有兴趣的话，像刚才 Vivian 说的，其实欢迎大家可以订购。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它有很好的解说，它旁边其实都有解说一些文字。然后在这一个的普贤菩萨劝发品呢，其实是普贤菩萨是当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赶到现场的。然后那我们都会说一个开玩笑的话，
因为普贤菩萨他去救度众生嘛，他很忙，他再怎么忙，他到最后一刻，他还是来到了，就是佛陀，就是的这个道场。然后呢，那为什么他来？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文殊菩萨，我们都说他是一个智慧的菩萨啊。然后呢，普贤菩萨他是一个行动力的菩萨，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普贤菩萨就算他再怎么没有时间，他再怎么忙，他最后一刻他还是来了。然后他是感动了全场的人，就是我一定来，我可能不会第一个出现，但是我一定在最后，我一定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去见证。所以呢，这一幕呢，然后我听了那个谢天颂老师跟我讲，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哇，很像那一些的色彩，像有点像山岳啊，或者怎么样，因为那个佛陀他在讲这个《法华经》的时候是在灵鹫山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来讲这个佛法，可以大家看得到，然后里面又有经文啊，然后其实还有一只鸟，大家也看到，然后呢还有上面呢，其实就看到了一个如莲花的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说象征性的一个符号，其实大家都往那一边去，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视觉效果。谢天颂老师绘画最厉害的地方，看他的画就好像是在看摄影的作品。你从这个作品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他，他都可以把你带进到那个境界里面去。所以他的画作绝对不是平面，他其实是属于立体。哦，那好，那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谢天颂老师为这次《法华经》的一个创作。然后我看了谢天颂老师，然后我又进行了就是第二部《法华经》天地人和的创作的时候，好，那我现在就开始跟大家说一说我创作后面的就是秘密然后谢天颂老师呢，他在他的这个画作里面，他真的把莲花的粉红色成为了他一个很重要的色调。所以我当时一看的时候，其实就跟我当时要做第二部创作的这个的内容，我选择莲花不谋而合。我第一部做《法华经》的时候，我的莲花苞是白色的；第二部我拿着莲花苞，真的就是莲花还没有开的，是粉红色的。那为什么会第一部是白色，第二部是粉红色？其实是有原因，因为在第一部的时候，我上一期有说，因为我母亲的去世，然后我就有一个因缘，我去到了柬埔寨。我去到柬埔寨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发现到，我在那一个1000年前的那个辉煌、这么宏伟的一些建筑物啊、雕塑品啊，然后在整个的城市街道上的，然后到现在都倒塌各方面，然后让我能够领略到，对，曾经的这个的拥有很重要。那我们现在就是会很，就是着急。然后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就是讲，当他整个毁败的时候，就如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当时的心情，其实在当下，我领悟到一件事情，其实，在那个当下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寻找自己，寻找自己来寻找更深的答案，为什么？所以我在第一步做《法华经》的时候呢，然后我的莲花苞是白色的，还有我的舞者，他们穿的时候把那些就是《法华经》流经好世界各地的服装，他们脱下来放在那个衣服堆里面，他们里面穿白色的衣服，其实有一个原因，其实呢是找回真我，找回最初的自己，找回我们自己，所以第二部《法华经》用粉红色呢，是因为，这一部我在创作的时候，我是希望回到人间，所以上一部作品可能是一个入世，然后这一部的作品，第二部《天地人和》就是一个入世。好，然后我怎么样去做这个作品？我想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就可以解答我整个的创作的
一个原因。好，我们看一个 slide 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得到呢，这一个场景哈，那事实上现在他们做展览的时候，也在我的排练场，他们也把这一个的设计摆在这个排练场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景。然后饰演就是你可以说他是佛陀，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智者，或者他是一个我们周围很重要的人，可以启发我们的人。然后叶中文老师呢，他就拿着手上的粉红色的莲花走了进来，然后走进来的时候，他就带着就是一群人，然后那群人一直走的时候，他们呢其实是痛苦。为什么痛苦呢？因为这个地方是越走就越窄，越走就往里面去。事实上就好像等于说，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得到经验上的就是解答的时候，我们事实上面对很多陌生的问题，我们真的是很恐慌，甚至于有时候我们也做错了决定，然后让自己更加的不堪。所以在这个卷进来的时候呢，里面表达了一个叫生老病死。那生老病死其实会造成很多的就是无明的情况，它同时也包括了我们说贪嗔痴慢疑，就是五毒，我们说的是五毒，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呢，其实让我们一直都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快乐跟幸福。因为我一直觉得人从出生到懂事，我们这一生中里面，我们不像一个真正的一个舞台剧，我们可以经过了数百次的排练，最后是最精彩的那个部分我们搬上舞台，我们没有，我们是直接就上舞台了。所以当我自己看到有一些人他犯了错误，有一些人他有了一些就是这样子的过错，对我来讲其实是非战之罪。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彩排过，我们一生出来我们被逼就要上这个舞台。所以呢，我在这个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很深的体会，所以我宁可选择拥抱。然后那其实当经历过了，你可以鼓励他从这一次的一个过程里面，错误里面，他可以有第二次的机会，他就会更好。所以当我们遇到我们周围的人，包括孩子啊朋友啊，他们真的有过错的时候，其实过错的本身它已经发生，它已经不再是重点。它更重要的重点是从这个的过去的过错，它可以走出一个更好的现在。所以过去会成为他那道光，成为他的那个养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祝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那当大家走进来的时候，的确就经历了人生的许多的第一次，好，那种不堪。当然也有幸福，然后也有不快乐的东西。那我做这一幕的原因，其实是走进来是因为要体验我们的生命跟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种种的东西。当我们走进来到最后的时候，当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世界将会为我们打开。所以呢，走进来是越走越窄，走出去是越走越宽。然后这个是我《法华经》里面哈，我开始跟结束我用的两种手法，然后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对作品的伏笔。然后呢，我在这里呢有准备了这一幕哈，就是给大家看的一个影片。然后大家在看的时候是吗，大家可以注意几件事情。叶老师哈，他扮演可以说是佛陀，也可以智者，或者就是我们周围里面的一些贵人。然后呢，他进来的时候他手上拿着那个莲花包，然后其实每一个人都伸手跟他要这个莲花包。为什么要？真的大家去体会一下，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一直要找到解答，我们希望能够找到 support， 我们希望可以找到脱离那个困境的方法，其实就是莲花包可能就是那个答案。但是你拿到的时候，你是否真的是可以理解到它，你能够体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说你得到了，而是你的心灵跟你的灵魂得到绽放，
得到了一个最终的答案，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影片啊，送给大家，谢谢。Tari tu re swaha.
Om Tari.
好，谢谢大家。刚才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舞蹈一开始的其中一幕，然后里面就是引渡着整个对生老病死，然后就开始展开了后面的一些就是节目的开展。然后呢，在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也是有一些观众问我，诶，为什么叶老师的形象这么不要真正又？一个和尚去扮演，就剃着光头这样。事实上呢，那我自己本身从第一部跟第二部就有一个想法，里面呢其实是，他事实上他是一个形象的一个表达，然后你认为他是跟大家一样的人，或者呢，你也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出家人，或者他也是一个佛陀。所以在这个形象上呢，我把它定位在一个，你看到它，你能够感觉它，这样子就好。那当然我在第三步的时候，我会做一个最新的尝试，可能叶老师的这一个的形象那可能不会在舞台上再出现，但是他不出现，他却一直在舞台上，所以那我给我自己做了一个这样子编舞的挑战。也希望在未来就是第三部《法华经》的作品会出现。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有可能有没有发现到，就是那为什么大家都像叶老师，就是顶礼的时候，然后叶老师会跟他们顶礼，那我会觉得其实是大家一起平等，一起共修，然后一起获得是那个的光明。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佛教它是一个宗教，的确，但是我觉得它更是一个就是教导世人能够有智慧的一个宗教那这个佛教给我一个最大的、最深刻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其实是我们说佛嘛，其实佛的本身曾经就是有一些专家台湾的专家有研究过，当他们写一个佛字的时候，然后放进一个特别的一个仪器里面，然后去研究它的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发现到佛这个字产生的都是一个光明的一个亮度。那事实上我很相信，因为它其实就是找到了人一个你看到前方，所以你是一道光，你是一个能够。在这个当下，你是一个反射光亮，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光的人，有光的人对，然后我接下来呢，也有特别安排了，就是一个作品。我今天安排了2个作品而已。然后这个作品呢，事实上，它是跟我们的手机有关系的那我为什么安排这个作品呢？然后这个作品的名字，它叫做。科技枷锁。那科技枷锁，我们都说科技应该是帮助我们人的生活更加的提升，还有就是让我们的文明更好。但是我们发现到科技呢，往往它出现了另外的一面，它给予你方便之外，它却产生了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可能不好的东西。那我为什么会在这次第二部的《法华经》会拍？这个手机的这个作品呢，因为是这样子，我亲眼看到，就是在那时候就是 GST 出现的时候，有很多在家里的父母，他们可能有个传统的事业，他们不太懂得用这种科技的方式然后因为里面有很多需要报税或者是需要做网上的作业处理但是有发现到。他们的孩子，或者就是他们想要请求协助他们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哎呀，这种东西你不会没有办法的啦，怎样？其实呢，他们并不知道这一些老人家，甚至是我们的父母，他们其实终其一生，他们就是用了自己的传统的行业，他养育了你的成长，养育了你的学业，还有呢，他把你带到今天。当时代在改变的时候，我们是看待他是，
哎呀，你跟这个时代接不上了，所以你应该是退场的，还是说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怎么样去善待曾经给你这个光亮的人？然后呢，也看得到了，诶，在手机上面就是这个的方便，然后很多人呢，他就陷入了在这个的，就是手机世界，然后也看得到，哇，在吃饭的时候。可能有10多个人，但是呢，结果都不是真正用嘴巴吃饭，而是用手机，就是拍照的拍照啊，WhatsApp 的 WhatsApp 啊，然后聊天的聊天啊，怎样？然后可能有一些长者就在现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现在到底是大家在一起，还是你们跟手机在一起？啊，然后很多很多年轻一代的人，那我用年轻一代哈，那。请不要太介意，因为当然，因为年轻一代的人就是对这种科技的东西，因为这是他们的时代，但是他们并没有 alert 到，没有观察到，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吃一餐饭顶多1个小时1个多小时，其实你一天有这么多的小时，你难道不能够把这些时间可以给家人、给自己的爱人、可以给自己的孩子？甚至于给这些家庭朋友怎样？因为那个占据的时间需要那么多嘛，那很多人并没有观察到。然后我甚至呢也亲身就是体验过，就是在用手机科技的文字的暴力。然后你可以用一些文字啊，或者是一些图片啊，一些什么，然后你可以做一些攻击性的作用。所以这个科技呢本身是。文明的一个提升，给人带来好的生活，还有生命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交流。事实上，它产生了另外一面呢，就是不好的情况。然后我后来在《法华经》天地人和的时候，我就决定要排这个作品。然后我排这个作品，因为我会觉得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你问我什么东西跟我们每一天每分每秒。有最大关系，你离不开的，大家想想是不是手机？对，所以它成为了我们一个莲花的给予，还是到最后它还是一个枷锁，它绑着了你自己，也绑着了你跟外面所有的人。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也给大家有个提示。我用了一个音乐哈，蛮特别的。我特别去选择了就是 Lady Gaga 一个非常有名的流行音乐，它叫做《Telephone》。那当然，我不是用它唱歌流行曲的那个，我用了一个交响乐团的方式。然后这首歌呢，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它原来这首流行曲的它的节奏，然后呢，而且它的旋律我非常喜欢。然后我后来选择了有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奏的方式，因为我一向来我。音乐对我来讲，我觉得交响乐团的音乐的那个融合量，它是既又协调，它同时又有内含着很大的那个爆发力。然后我就用了这个音乐，然后编了这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我很诚意的送给线上所有的人，包括你的家人，包括就是你的朋友或者是需要的人。这个作品你可以在我们舞团目前哈，在线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联络我们的行政，我们会把这2个作品的 link 可以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完整部的作品，2部的作品，这个作品送给大家，谢谢，感恩。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作品。我2019年编，然后到现在再看回来，我也是有很深的一个感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在作品里面，就是有一些人被霸凌，然后就是有一些老人，啊，然后在家里，然后可能就是没有人关注到他。然后或者呢，就是有一些残障朋友，就是别人的身体都已经这么不方便，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还是拿他开玩笑。那其实我们有看到更多的现实的例子哈，所以那我在里面呢，我编了之后，我为什么会让叶老师他出来做安排？其实我很想做的就是彼此看见，看见彼此。有些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就是其实在一个家里，其实这个老人过去他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支持，因为我们在成长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背后的付出，所以都觉得理所当然。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些人，他可能他天生比较慢，或者就是他天生可能不熟悉某一些东西，他可能在学校也比较。在某一方面，他可能也不是最杰出的，但是其实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一些时候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不足的那一面。所以呢，但是因为在人性里面总是喜欢就是把别人踩低，把自己捧高，所以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呢，会造成很多的伤害。所以我让叶老师出来的时候，把他转过来，请大家看一看，看看这个人。看看他，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相信，可能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你孩子的身上，你孙子的身上，或者就是你非常好的朋友的身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今天如果做了一个善举、善知识，我们的整个社会就因此而改变。我们无法让全世界的人跟我们一起在同个时间改变，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当下由自己做起。当由我们自己做起的时候，每一个人就是一个莲花苞，它就从土里面长出来，从水里面长出来，长到那个水面的时候，它开花。我们的社会很需要这个东西，尤其在疫情里面，我们更加需要。所以，这个作品就送给大家，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设计这个舞蹈的时候，也同时设计了这个舞蹈的衣服。那大家如果刚才在看的时候，它事实上它是一个燕尾服来的，啊，就是我们如果是西方的燕尾服哈，它就是黑色嘛，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个开叉。啊，然后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在社会上，然后有品位啊，然后有知识啊，然后有学历啊，有什么的。那我就用了一个 body 啊，就是用了很多不同的 body 布，然后呢就设计的时候，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燕尾服的方式，然后带出了这支舞蹈。然后当然在这个的天地人和里面，还有其他的就是编舞的，就是节目，包括了像有母亲啊、父亲啊这些。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跟我们的舞团哈，可以拿那个 link，然后这两部作品，第一部跟第二部都可以就是跟大家结缘啊，你们都可以随时可以欣赏，或你要拿我们的那个 link 哈。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很高兴在线上跟大家结这么好的缘分。那我现在我把时间交给 Vivian，感谢大家，感恩。谢谢马老师。其实，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啊，我很多时间是一直在检视自己，因为真的跟生活太贴近了。那相信就是有来到我们现场，或者是在今天分享会上面的朋友们，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真的是我们生活里面会看到的场景，甚至我们分分钟上一课才在做的事情。按手机，甚至有一些朋友现在还忙在工作里面，还在用手机啊，用电脑之类的。那透过这个分享，然后也借着这个作品的展览，我在这边也是希望大家
心中都有那一个花苞准备开花。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看到我后面嘛，就是一个新年的气氛，所以在这里也想要跟大家拜个早年。那我们的活动呢，差不多要结束了。那在结束之前，我们开一开摄像头，然后大家一个大合照好吗？我们大家拍个照片，然后做一个美好的结缘，谢谢大家。谢好，大谢，谢家谢。好，我们拍两张哦。好，第一张，大家准备好，一、二、三。好，再多一张，给个赞。一、二、三。好，等一好。下，好，一红，好像是有一些人，他们有陆续要开那个视频啊，camera。我们再给他们时间开一下好吗？刚才好像第二张他们又在开了，大可以，家，再大给一家次。其实呢不要紧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大家的家里呀、或者在哪里啊。我看到之前也有人就开了在车上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回忆啊，都 OK 的。然后如果大家如果要开视频的话，我们大家开，然后我们拍了之后，那我们就做一个美好的一个。就是今天活动的收藏，感谢大家哈，OK，好，我们那如多一果张。谁没有开的话，那我们等一下一二三我们就开始了，好吗？我们再拍多一次，好，一、二、三，好，可以了。好，那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就是我们在线上放映的这两部影片呢，原本是要随着我们今天的展览做一个结束的，但是因为我们来的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想要再重看我们这个节目，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忙于工作，还没有时间去点进去看，那我们最后就决定就把这一个影片呢延长到。2月6号，也就是我们年初六，那在这个过年的当中呢，大家可以跟家人一起来观赏这个我们的线上放映的节目，就是《访华经一》跟这个《天地人和》的影片啊。那需要取得连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可以拨电给我们，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们的电话01018271005啊。然后如果记不住这个号码的话，你可以在 Facebook 打 Dua Space，然后就很容易找到我们了。OK，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操作上面的不熟悉或是不会操作的，都可以跟我讲，偷偷跟我讲就可以了，我不会把它放出来的哈，哈放心大家。哈哈哈 OK，那我们感谢今天大家抽空来我们的这个分享会，我也看到好多一直在支持舞团的朋友啊，像朗平啊、国平啊，然后还有金妹。还有宝旭、丽娜老师，好，然后还有好多好多创家协会的好朋友啊，那我们在这边就跟大家拜个早年啊，祝大家虎虎生威哦。OK，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还会再更新我们共享舞团接下来的一些活动跟消息，这样子。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是如果有兴趣，是一定要对我们有兴趣啊，请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G，上面也是会分享一些很漂亮的剧照照片。好，那如果觉得喜欢的话，帮我们按 like，然后如果不喜欢的话，按 like 加分享，好不好 ？OK，那我们的时间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参与，拜大家再拜，见，再谢见。谢老师，谢谢 B 别，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国平，谢谢你，好，拜谢拜，谢，拜拜，拜拜，谢谢谢芳芳谢，老师，谢啊，谢谢，谢谢谢大谢谢家，祝老大家师，新年快乐，谢万事谢，谢如谢，意，谢谢谢谢陈芳老芳老师，师，谢谢谢谢，谢谢郎平啊，谢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创价协会的朋友，感谢你们。